洪杰抓到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周末到嘉义参加儿童节系列活动，不止合体自家立委张启凯，连太太陈佩琪也到现场。马上来看一下稍早状况。还在这里呢，我们先问主席，你是第一届来到屏东吗？对，第一次。好，对。那呢，主席，你对这个民雄的这个印象，你自己听到的民雄是什么样的？不好讲、啊、不好讲。有听过民雄鬼屋吗？民雄鬼屋现在变咖啡厅了，对不对？民雄咖啡厅。柯文哲情下乡，但另一方面跟蒋万安的台智光监视器大战继续开打。副市长李四川参战，呛柯文哲：“你忍了台智光八年，但我看来，因为你八年的漠视，才产生今天的结果。你不但没有把母约解掉，还在106年把警察局的监视器全部跟台智光再订一个专案网路的子约。”柯文哲也立刻到底下留言：“蒋市府为何要配合议会不合理的弹书跟厂商过分要求？”李四川反击：“施政没有颜色，是非也没有颜色，持续互杠。”